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， 我是小乔，欢迎收看又快又专业的极速问答。大家看到我们旁边有穿的，就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篇啊。但是这个特别篇有点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呢？啊，什么特别篇？平常呢，我们会告诉大家就是一台车怎么怎么样。但今天呢，其实我们是回应网友一个问的特别多的问题，就到底我买车同一台车应该买纯汽油版还是混合动力的版本呢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拿来两台雅阁去跟大家进行一个讲解。问题一，现在很多车型都有纯燃油的版本以及混动版，除了动力系统不同以外，它们有什么区别吗？那一般燃油版呢，会有一个比较低的入门价去吸引大家的注意，但是以都是19.8万的版本为例呢，燃油版的会比混合版的多出天窗啦、皮革座椅啦、侧气帘、前后雷达还有倒车影像。那所以你觉得这些配置对你来说吸引吗？你自己会选一个这个燃油版还是这个混合动力版呢？但就这样看的话，其实